哎，炸着了，毛了点伤害啊，毛了一点虚区。文血人用两条腿站起来，却忘记了戎马奔跑。 上来就套点盐啊！赶紧练他。二级我不好，直接上去闪现 Q 的，他容易给我躲了，不合适。 好能躲呀！我们就躲草丛里边啊，能炸就炸他一下子，快跑！超致命点燃。 回家也回没事，不知道他能不能回啊？他如果回，我们就是血赚；他如果不回，就把他杀了。OK， 回家了。我听到他们在召唤马尔二，雷暴便是应答。 进草丛炸，抛，再咬，抛一砸。 咬，我操，没死！下，我以为他必死了呢，我感觉伤害差不多呀，还行，饮马到了，可以接受啊。 看看这边有没有炮车，有炮车我不清了。再吃一层塔皮。
就完事儿。炸！你说你连个鞋都没有，你追个屁！你有什么好追的呢？我就没明白了，你这追啥呢？不好意思，鳄鱼。哎，咱来一个斑比的熔渣。我们出右装，我掏我再掏踩一直接炸，这波的爆发没有人能扛得住，我们直接一手预判一接一个大招，一屁股给他坐死。你跟我打走呗，算了。砸掏闪现平 A 回血，哎，屈服了。光荣的死远比你的生命更伟大。回高。来个布甲孩吧，布甲孩不行，这把不能布甲孩呀，这把先来个小反甲也不行。哎呀，这把要不要出日炎呢？出日炎可不够大呀。6-3，相信一把队友，好吧，相信一把队友。嗯，咱来个冰拳。掏一炸，再咬，哎哎，掏太大了。我没技能了，给他下完了，给他大给他下出来了，让你烧，你再烧。这不敢守塔就把他杀了。哎，我怎么打小兵了呢？玩呢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发生什么事了呀？
我一扣一直接拍他，一开始大招那个血量还没出来，大招没做出来。哎呀，哎，我这么半天才杀了两个人吗？我怎么记得我都杀五六个了呢？不应该呀，这么半天才杀俩呀，这杀的也太少了吧。把一血塔拿了吧，撕裂吧！插个眼儿，吃口屎。这鳄鱼啥意思？出完铁制鞭又出那个吸血鬼结账的。哎，好，拜拜。泥土渴望着鲜血，叫人儿是吧？是不叫人儿？我跟你说，这也就我没大，我有大高低，我一屁股得坐死。哎，狗熊如果出双火护手，那大招吸地太慢了。大招吸地老慢了，那吸地呀，160秒一个，你怎么不切死？3分钟一个大招，干嘛呀？三分钟黄瓜菜都凉了，人家都放仨的，五阶大师都放6个大招了，我们放一个，人五阶大师50秒一个。你给我死！谁允许你这么狂妄？谁？这怎么打着我的？乱配置了，不应该呀！哎，看来没法相信队友了，换装的了。海隐要无敌了，打小龙来，可以，我马上到。打死他。我很幼。拆下塔吧。谁的传送啊？你这啥意思啊？我没明白呀，兄弟，这不送人头呢吗？这亮牌，我他这牌咋那么大呢？
我们在这儿等一下啊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来。先掏凯隐呐，先杀凯隐啊！这波一定先杀，往我这边走，往我这边走。匹配，哎呀！吞噬你！人呢？跟我跑跑！再耗子，大他，大他，大他，大大大大大！拿下，把塔拆了。还得是日炎的虚区高啊。嗯，鳄鱼的话，哎，怎么样？这小龙没有人打吧？我都3900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啊！3900块钱呢。把振奋出了，振奋出完出反甲，反甲出完整一个蓄区装就够了。蓄区装我们就出蜡石之牙，或者是蟹手。谁敢打小龙？致命点烟，平雷。这狗屎！中路谁这么放肆？怎么都死了？死多少个人啊？这！哎呀 ，EZ 有红哎！我 W 一下！小黄毛，小黄毛，还敢把 E 交了，还 E， 还大 E 不？灭杀，灭杀，灭，灭，灭杀！把红给我。谢谢。其实他是想抢没抢着，我告诉你。哎，嗓子疼了。狗熊一天也就玩一把吧。给我冲！跳弹，好的，好，快跑！我有红棒，没事，稍等一会儿。谁敢放肆？给呀！谁这么嚣张？不行了，人有点多。怎么都死光了呢？打这么半天，才换掉这么几个人啊！
还是得杀小黄毛，我跟你们说。走，大龙来一波。我被谁瞎当了？我被荒漠屠夫瞎当了，那还好。得杀这个小黄毛，这小黄毛不杀不行，他们打不过，让小黄毛先死，其他人我们再继续。没事，虽然乌鸦死了，这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大龙。看来不行。掏。嘿。就拖，哎，就硬拖。大龙的话打。你往哪里跑？那我就打你。打谁不是打？真是的。我掏回血，我有盾。有人吗？还有没有人？鳄鱼，掏！等会儿我有点缺氧。小龙。二十九秒有大呀、就拖，哎，又硬拖，哎，我先把这打了。漂亮，乌鸦，给我冲乌鸦！这不行了，这不能冲了啊！这先别冲了啊，这就别越了。还有小黄毛！小黄毛，杀小黄毛！推！对不起！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我蹲。溜了溜了，兄弟们，不行了不行了，这可不行了啊，这可不能再打了，这就狼了，狼了狼了，快走。你拿，我拿，我拿。再打个鸡吧，2560。其实我出个沙漏也行。16了。大招是物理伤害呀，意识魔法伤害，W物理伤害，Q物理伤害。
来来中推，我们把高地推了。啊！在我面前削钢，这干哈呢？这也先点燃一个凯隐。耶哈！这人的队友呢？五个兵，这啥呀？这是全死了。还行，我们家也没啥好亏的，就我那700块让人给拿了，又是荒漠屠夫拿的。这守一波应该没啥太大问题吧？4打4啊。嗯，我活了，兄弟们跟我走。耶耶耶，就杀他腰子。耶哈，后边冰女，后边冰女。耶，哎呀操，哎呀，还是给我们拆了，烦死了。大龙吧，这冰女能有啥伤害呢？打一半不打了，主要这个先杀凯隐啊！我不赢了，我没有大了这波。哎呀，这么难打吗？小龙吧，小龙拿了吧。我也没啥提升了呀，关键。然后我换点啥呢？来个变大合计吧。我再浪一波就GG啊，就是都是我浪的啊，我都是我浪的，都怪我，对，我浪的他妈死的悬赏是最少的啊，我就死了5把，我这可是真浪，我都浪的都起飞了，我可真他妈是浪。这波我打4啊，这波我打4，兄弟们，鳄鱼啊，鳄鱼，鳄鱼，完了，这波一打俩应该没啥问题，杀个冰女的。人呢？我觉得他们家现在瞄我应该没啥问题，
所以我决定换个血手。31分钟了，都四件套了。冰点在下，小黄毛跟鳄鱼在上，我们去杀小黄毛走。啊呀耶耶耶该呀，我操我操操，吸血的吧。正面打不过，哎，我操！我上面三个人啊，兄弟们呐，这叫三个人啊！那下路一共就个腰子，我的天！那冰女都是传过来的，好，还有个凯隐。小黄毛，小黄毛，可以，不追他了，不合适，上路要没了，不合适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你跑，你跑，往哪跑？往哪跑？哎，可以。蟹手刚才没触发吧？追！吹！真能跑啊！腰子在不在呀、啊？那怎么一个辅助腰子还能带带线呢？一共就俩装备，一个日炎加个破反甲。哎呦我的妈！腰子都能带带线了，现在差多少钱呢？给你吧，这还有呢，变大打。小龙团兄弟们，如果这波团不赢，那就只能没办法，那也没办法。我感觉我得先抓死一个。哎，冰子，冰子可以炸掏。咱们先不放大啊，我们先把冰子杀了，然后杀腰子，漂亮！鳄鱼，操他娘的，鳄鱼都600，不回了，回个屁家回，不回了！哎呀，耶哈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不管了，不管了，这边小黄毛。不用管，不用管，我们大龙，跟我来一个大龙！哎呦我他妈的，打的我这右手血管都疼！哎呀，右手筋都给我打疼了！来大龙啊！
没事，我打我就不掉血。咋的呀？这腰子几个人啊？仨人好使啊？哎，过来呀，过来过来，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，顶不住了顶不住了顶不住了，要干起来了，快点快点的。我这得杀小黄毛了，我这一看杀冰女冰女，耶耶耶耶耶耶哈耶，小黄毛死，漂亮，我有点缺氧了，哎，我脑袋晕了，快快快快快快快打大龙，哎呀，死了四个了，哎，能一波吧，能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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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不就 这一波，哎呀，快一波，二连秒我顶了，不行，没事，快点快点快点，我这守着干嘛呀，过来一波呀，这五个人不拆了吗，你管着那鱼干什么玩意儿呢，给我拆塔，有小兵就行，没事，有小兵就能拆掉，可以可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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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，凯隐来了，凯隐，凯隐吃我一个炸，这不比博弈